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之前介绍巴基斯坦的视频中，我介绍过巴基斯坦的官方用语是乌尔都语和英语。如果你会乌尔都语，即使不会英语，也可以在南亚次大陆通行。因为使用的人口很多，在世界语言使用排行上，乌尔都语呢是排名在第20位。那使用人口在1个亿以上。那尤其是巴基斯坦把乌尔都语作为官方用语以后，使用的人就更多了。一些本来讲方言的地方，他也会说乌尔都语，比如俾录支省，他讲的是普什图语，但是大家也会说乌尔都语。包括信德省、卡拉奇这些地区，他讲的是信德语，但是他也会说乌尔都语。毕竟乌尔都语现在是巴基斯坦的国语了。那么，在更久远时期，巴基斯坦这一地区讲的是乌尔都语吗？不是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使用的是波斯语。在整个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那具体点呢，就11世纪到18世纪，波斯语在这个地区的社会精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现在的巴基斯坦精英讲的是英语，甚至很多知识家庭，像老师啊、医生啊、律师啊这些，那家庭里面的沟通呢，也都是用英语，几乎不讲乌尔都语啊，不是他们不懂，而是为了下一代。有这个环境，那有些人可能很难相信波斯语呢曾经被广泛使用过，不仅在巴基斯坦地区，而且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从伊朗的西部边界到中亚大草原的北部，再到印度次大陆的东部边界，波斯语在这些地区的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波斯语首先在印度次大陆站稳脚跟，这是在11世纪切瑟尼王朝扩张之后，伊斯兰波斯化时代的开始。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以及后来的一些非伊斯兰国家将使用波斯语作为国家行政事务、法庭语言、贵族阶层的通用语，以及文学、还有教育、科学的官方语言。宫廷里面说的呢是一种叫达里语的语言。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达里语。公元前3到8世纪，古波斯语演变为中古波斯语，又称巴列维语。哎，巴列维语你就熟悉了吧？巴列维王朝。那中古波斯语融合安息后语，产生了波斯语。由于新波斯语是萨曼王朝宫廷中的通行的语言，就是只在宫廷里面说，老百姓是不说的，所以呢又称为达里语。达里意思呢就是宫廷。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波斯语一直保持着这种特殊的地位，直到18世纪末。但是呢，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在整个时期，波斯语只是上层阶级或者精英社会的语言，这种语言永远无法渗透到形成印度次大陆的群众的普通社会。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在英国这个国家，普通民众呢，他说的是英语，但是在贵族呢，他们说的是法语。以莫卧儿时代为例吧，说波斯语的人仅限于贵族阶层，与莫卧儿这个宫廷和行政部门有联系的人，以及从事艺术和文学工作的人，他们才讲波斯语。那我猜想呢，在波斯影响力的鼎盛时期，也就不到总人口的5%，实际上是会说波斯语的都是精英的人。那考虑到这种语言在失去它的特殊地位以后，就是18世纪莫卧儿王朝的结束，波斯语也从印度次大陆迅速的消失了。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实际上是现代方言的形式，没有基础的，就是普通民众在说的方言。那早在14世纪末或者18世纪初，印度斯坦语
就是印地语，就在上层阶级中兴起了一种新的、更波斯化的印度斯坦语形式，被称为乌杜萨黑，意思呢帝国语言。那在穆罕默德·沙阿杰拉这个统治期间，就是1719年到1748年，这种语言在精英社会和宫廷中再次得到普及。这段时间从印度斯坦文学和艺术的盛行可以看出，这种语言呢是很盛行的，但也仍然有很多人讲波斯语。直到19世纪，大英帝国成为印度次大陆的主导力量。然而英国人将继续在这个政府和内部使用波斯语，而不是上来就是英语的，导致波斯语在殖民时期衰落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837年通过的新立法，就是不要再讲波斯语了以后就讲英语。然后呢，波斯语就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不再用于行政或者官方的目的。这个时候它被印度次大陆当地的语言就是也取代了，乌尔都语啊和这个印地语啊就使用更广泛了。印地语呢，我觉得和乌尔都语是极其类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尔都语在穆斯林精英中也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典型的例子呢是最后一位莫尔皇帝阿扎法尔，这个视频我讲过的他开始使用乌尔都语，并作为精英和官方用语来使用。还有这个赛义德·阿哈迈德，一个爵士，他将这个乌尔都语推广为印度穆斯林统一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以后选择乌尔都语作为国语，而不是波斯语啊、印地语啊这些。但是呢，巴基斯坦还有200多万的哈扎拉民族，他们一直在说叫哈扎吉语，哈扎吉语，这是波斯语的一种方言，是和波斯语最接近的一种方言。最后一点，波斯语呢，主要的国家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伊朗。那伊朗呢，其实也不再是巴基斯坦这种年轻专业人士的机会之地了。新伊朗只注重提拔和使用伊朗人才，减少了对这种外国专业人员的需求，这结束了巴基斯坦这种青年人学习波斯语最后一个实际原因，就是我学出来没有用了。那对于巴基斯坦的任何人来说，学习波斯语呢没有好处，然后浪费时间。一门语言对于个人来说能够变现才是学习的动力和价值。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吧，拜拜。